电脑不太高兴啦。当然，或许是你感觉讲，伊今日要甲咱慈悲开始，互咱了解，就是讲，咱今日要当大家圣凡慈悲，一定要有物件哦，一定要学习啊。那么学习，他学的就是一定要精神。我精神，我感受讲吼，真正咱伫上班的过程内底，我感受讲，以前我上班啦吼，可能未比即阵啊有压力啦。咱进修班的一定做最压力，你讲诶，嘛是太多了。那么渡人真的，这个是在我们修班里面最，或者是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压力，最大的一个压力。但是伊讲啊，讲渡人，伊人讲就是上大，哦，讲就是上大。啊，所以呢，哦，亲像咱民方组长迄个戴金信先生，伊一个老和尚，伊敢有讲偌济道理？好啦，伊讲总讲吼，好啦，我带恁来拜拜。啊，然后是做做这个料理回家，安尼来的。可是各位先生，咱要去甲安尼讲讲，咱敢一定要来啊？也不一定会来呢。说真的呢，哦，啊，你像做这款的方言，咱嘛是讲用善意的谎言来甲伊，互伊个自信的，咱真正得到耶稣基督推荐的。咱的好意是安尼啦，对无？咱嘛无改变啦。但是就是讲，有时啊，你讲要办这，咱嘛不一定。像伊讲我来会啊，伊个红红，那个红师宗庙哦。嗯，已经。哎，啊，伊遐咧，迄肯定是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单位，我毋知人清楚咱即个啥啊。伊应该是我从头，我是从我听啥。啊，但遐用旧个咧，互我真正听较慢个吼，互我本来叫旧旧个。真正，伊就徛拢伫这路啊，十字路遐，啊连挡红灯个，是来讲。我嘛是甲讲啊，你真正要搞，慢慢慢好培养呢。或许伊个是，或许，嗯，啊，所以反而伊种勇敢的精神，那应该是嘛。哦，当然咱心里伊个咱是无办一种的，就是讲后壁有经济咱办嘛，无，或许是觉得说，第一咱无够迄个胆识，无够勇敢嘛。第二，咱无爱用这种方法啦，哦，啊，甲道理甲真正做俗安尼啊，啊，所以我感受讲，哦，我亲身去带读经班啦，哦，去带读经，我互我先从迄个方言背啦，啊，带伊两先生甲一个学生来开书会，但是即摆我要读的是一个越南诗俩，伊拜到要大黑吼，本来是咱真爱表达是伊多一种。结果伊甲我答应十二月九号啦，吼，拄好在去演习啊，因为伊要做越南的老师啊，就是教越南语的老师啊。我甲讲吼，保证下次吼，你那个开课的时候，或许要去挂工，叫妈妈去学啦，因为叫妈妈学学的，吼，你刚才开口开，越南开放啊，诶，伊真正要招嘞，讲招啊，咱今招几啊嘞，来互伊上个，伊是好看中文的。哎，阿公伊较轻的就去啊，我较轻的袂到我送你一本经典，注音的经典互你，互你慢慢仔学经典。哎，轻，他也很乐意接受。但是，伊虽然咧，伊做信用的，伊甲我讲，伊答应我十二月九号，伊要叫伊先生载伊两天啊。我说，也是指人家迄个影响哦。啊，伊拄仔生一对吼，伊先生要载伊两天啊。那我怕伊到进到连北，唔好惊，连北人讲去开光门啦，哦，因为伊他也感受到，因为他也有宗教信仰，就是跟诶伊连北那些伊分教，那不是哦，教的，但是伊都伊遐上课哦，伊都无当听那个，听着咱来遮讲三宝心法，是教，伊是听话因为大陆，是大陆，啊，所以伫咱。做人的过程内底，互我感受讲，有时啊吼，上天是做人的，上天是做人。罗兰就甲我讲，我做迄个广州做袂来，我甲讲，迄个我爱用方法，无可能我甲伊做袂来啦。伊讲伊动作不做袂来，我讲因为你是天道，啊你去做一个坤道，人伊安稳些，甲伊做，会甲伊做。哎，因为咧广州生较水，但是他虽然很漂亮，可是伊就是直接做学习练武。
啊，伊阿边念完了，一个乌衣衫甲阮太太在讲话，啊，伊其实罗汉祖是好意，啊，伊因为伊是伊个罗汉祖是观念我出来，诶，伊过来上面，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或许伊刚刚在经过，就到我讲，伊个保证年十二月九号才开规定，然后刚好可以，我今天啊，所以嘛，或许诶，礼拜一跟他联络，确定才跟助理报告的。啊，所以在我们过程里面，我好好的想，学修讲半醒，那么真的是责任的承担啊。哦，经常呢，那你反正不贵的，那拢无在领薪水的，那领老多年，可是你俩讲真正无用到承担，哦，假托当这假货回来不好，回来不来，你现在人才教练在你们同业啊，同业。那个天庭那个天，那个第一盖有感觉呢。根基深厚的，真的哦，那经营才真正讲，你着行会出来啦，哦，行会出来。啊，那无吼，即个天关关吼，是你着做出来看电视较快哦。那么或许觉得说吼，咱若讲真正有法当盛满如意的人啊，应该着是像迄个师讲，讲大家讲安怎足健康、足快乐的，啊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？微笑，哦，健康快乐。你若健康快乐，你逐天你着笑眯眯啦。上班都不管外辛苦咯。我甲你定啊，我一定是啊，啊着，你着拢送互别人。我操！可怜啊，可怜哦。迄是托阮小妹创，等下让阮老公超加无哩，迄是冰冻的。我无可能。所以这叫菩萨，对啊，真正菩萨。但是伊个也是，你汉字念袂歹。那么伫遮呢，我感受讲，先修简化型，绝对离不开善思啊。哦，都讲嘛，咱主编善思辩解。我那伊他多少讲完才心情上高振一点。咱归拢理论吼，虽然拢伫咧趁钱，啊，伊逐个月吼，拢咧财死啊！我讲吼，伊即不管伊是两文钱为板，千金为板，咱嘛看到迄块影片啊。毋是讲咱即款济钱，安尼倒是讲咱来讲有偌大有偌大，其实拢是咱一份心，拢是咱一份心啊。那么因为咱张国华。咱就是讲，咱迄个捐活的吼，几块钱啊，因为我有摕一些要甲咱秘书长讲吼，钱拢开了啊，剩百几万，啊，秘书长在甲电视讲，啊，佫单位拢佫唔卖钱来，卖唔卖一期来啊，啊卖佫啊卖啦，比如讲咱先从开了钱，咱就有先卖卖钱去啊，哦，像咱就敢若唔来先卖啦，一块两块，一块两块以前，啊，咱迄个。伟龙哥八单个，那个人还袂高啊，啊，所以无够钱的面啊，所以咱这里吼，啊，要搁叫咱多钱吼，现在有搞无，我都唔知影，唔知影要卖偌济。那么底下呢，就是讲，或许是看到我们最后刚看的那个影片，就说什么，每个月赚晚餐啊，天堂的晚餐。那么当然，讲三思并进的这个一点之下，行孝要及时。所以我怕未来手工单爱想在这件事上，哦，咱当然嘛是把咱的前辈家爱干部，因为今仔个前辈家贵也怕别人偏见的，所以咱底下对这些事造成吼，咱就是在报恩，把咱的前辈家嘛当作咱家己喜欢，哎，报恩，你看像伊个天堂的晚餐，哦，拢伊妈妈做好食，伊一直甲答应讲要煮一顿好食，拢还袂煮好食，伊就等伊啊，你看。咱真正有安食，所以人讲，一个生一个刀，看到死后咧拜拜弥陀，所以咧，而且伊也嘛，互咱了解讲，他说，伊讲啥物啊？说一尺不如行一寸啊，啊，就是讲讲个足简单，哦，啊，要做较困难，要做较困难，这是我看看哩，诶，即个影片的一些，一个感受啦，当然伊讲。无限生命，性还如意的要观。那么，什么叫无限的生命？啊，
是讲咱人生生的过程内底，咱成功立德，毋是咱讲偌济做偌济，啊，就是咱，应该毋是讲咱讲偌济，就是爱比咱做偌济啦，吼，做偌济。啊，当然，咱毋敢讲咱所有做，咱拢来有功德相，但是上天总是咱天主，吼，上天总是咱天主。无有啥物像咱的先人八十岁啊，吼。安尼，伊讲讲，着做死毋甘死啊。那么，即个过程内底，去做到遐欢喜，而且去做迄有时啊，候选人说会觉得说，老人家他为我们这些候选人所担忧的，毋是咱这个法门的，咱去体会，咱去体会。所以呢，这是即段佛法的即感受啦。啊，来看，如果浅显，咱就来讲一个感受。文林，文林讲师。你讲师呢？哎，三宝讲师呢？三宝讲师公样的，你可以分享一下啊。你个啦，啊，你两个名啊，我拢记袂起。你手里后是文林，你加买文林，哎，我较侪对啦。啊，无然，你感冒吗？啊，你感冒了有无？连败。我声有较好啊，你搁变做？哎呀，我拢无声了呀。有可以，有可以。啊，主人讲台北，伊着爬山多一种呢。哎，啊，顶几种？两种吼。爬山多一种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罗先生，是为罗。罗先生？罗先生。是哦。啊，叫多用迄个嘛，罗先生。这是罗先生的什么人？我讲名，刚调过有这个罗先生的。三三二二。哦。我跟你形容，我跟你形容，我跟你形容。那个两个调的，那个高小妹，那个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个姓。